是我将龙飞叶变成独孤人，如此深仇大恨，他定不会原谅我。而云溪又是我的女儿，这段孽缘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这些事又何必让他知道？情感和仇恨是两回事，你能忘得了我娘吗？西秋与北丽已结成同盟，楚清哥入宫的目的是谋害秦王。